我是蜗居游泳老师 Tracy， 今天带来的是流行街舞课程。那先帮我检查一下，你的鞋子穿好了吗？然后的服装有像我这样子吗？没有也没关系，反正都在家里跳。好，那先帮我确认一下四周的空间是否充足，还有你的水壶、毛巾都准备好了吗？那如果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喽。运动前记得先做3到5分钟的热身，保护我们的身体。OK，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动作。脚跟点换边，脚跟点再换边，脚跟点换边，脚跟。所以看一下我的侧面，是脚跟落在后脚的脚尖前方。OK， 稍微加一点前后脚的分开，拖着换脚，拖着换脚，拖着换脚，拖着。所以你会把东西往后撸，用你的脚尖。脚掌的地方留在地板，脚跟微微的悬空，收脚，拉回，拉回，拉回。这个动作你可以多练习几次，按下暂停，回放多看几眼，想多看我几眼也 OK 啦。好，再来，我们手的动作是弹，弹，弹，弹。另一手如果很尴尬，你可以想象是插口袋，或是手插腰，都可以。OK， 所以我们手加脚。把你的手往下打的时候，脚跟在地板；手往下打的时候，脚跟在地板；手往下打的时候，脚跟在地板。OK， 所以这个动作我们会做4次 5, 6, 7, 8, and 1, and 2, and 3, and 4。OK， 看一下侧面，5, 6, 7，右脚先1, and 2, and 3, and 4。这时候你的身体可以加强一点律动，身体会有点右左右。左，你点了右脚，你的身体会倒向右侧；你点了左脚，身体会倒向左侧、右侧、左侧，这样可以吗？好，那这个动作呢，我们不是在原地，我们要往前移动。OK， 5, 6, 7, bounce, 4, and 3, and 2, and 1。OK， try again， 5, 6, 7, 右把 and 把 and 把 and 把，所以你可以再把身体放松一点点，来放松。好，5, 6, 7，右 ，and 1, and 2, and 3, and 4，到这边可以吗？下一个动作，滑前面，滑后面，再听一次哦，滑前面，滑后面，左脚滑前面，右脚滑后面，踩右脚，左脚往前滑，走两步，踩左脚，滑右脚，走走，所以我会画一个八字 ，OK， 滑。走走滑，走往前绕，往后绕，再2次，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前走走，后走走。好，前面的时候右手拨头发，左手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手 ，OK， 所以一手上一手下 ，OK。往后的时候鼻子腔，食指中指捻起来，一个大拇指往外。OK， I got you 的感觉。OK， 往外。好，所以手加脚加在一起哦。画，走走，丢，走走，画，走走，丢，走走，画，走走，丢。One more time， 画，走走，丢，走走。OK， 我们把前面的两个动作加在一起哦。5, 6, 7, go and 1, and 2, and 3， 踩右滑拉，走走拉，走走。OK， 再试2次。5, 6, 7, 8, 1, and 2, and 3, and 左脚前，右脚后，哒哒。Let's one， 5, 6, 7, go， 哈哈哈，左滑，走走滑，走走点。OK， 所以我们最后往后画完。走2下，点右脚，看一下是脚尖点在地板 ，OK。所以点的时候刚好是一个力量穿过地板，加上上半身的 wave，1, 2, 3，三拍，胸口经过天花板。我上次有问过说，哎，老师你都怎么教人家做 wave？ 他说你就想象这边是一个平底锅，你要去翻荷包蛋，有没有翻荷包蛋的感觉？对，1, 2, 3。到了3之后，抬头一下，再一次 1, 2, 3, and 4。
One, two, three, and four. Let's one. One, two, three, and four. OK， 右手往外比，所以呢，手会从耳朵的位置带到斜上方，耳朵斜上。OK， 所以我们手脚同时出去，一、二、三 ，and 四 ，again。One, two, three, and four. Last one. One, two, three, and four. 到这边可以吗？下一个动作，脚跟像螺丝一样，按那几乖几乖的感觉。OK， 所以是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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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我要上 and 下，上 and 下，上 and 下，上手指头弹弹弹弹弹。弹弹弹，可以，所以先上，再下，再上，再下，几次？四次，对，四次。OK， 好，所以从这边哦，五、六、七 ，and 一、二、三，抬头 ，and 五 ，and 六 ，and 七 ，and 八。所以我们会是往右摇，重拍在右侧 ，up and down，up and down。OK，try again，five, six, seven, eight, wave, 一、二、三，啊哈，脚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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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more time, five, six, seven, yo, one, two, three, and four,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that's right, 从头到这边，我们来一次，从往前走，摸前摸后，比右手出去 ，OK, five, six, seven, go, and one, and two, and Michael, one.哒哒哦，哒哒右二三啊哈，上影下影上影下 ，OK， 再试一次，我们就配音乐了哦。五六七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滑走走滑走走右二三哎嘿，上影下上影下 ，OK，Let's、okay? go music， 来吧。前面可以来一点律动，嘿 ，4, 3, 2, 1，滑滑，右手，嘿、hey, ，上影下影上影下 ，OK， 再试一次，想再跳一次吗？我知道你想，不用说，我很懂你们。来吧，再一次。你可以 freestyle， four, three, two, go。滑左 and 右 and 上 ，up down, up and down and up and down。OK， 好，接下来右脚点回左脚点。回，所以我的身体会从外面包回来，外面包回来，有点 slow motion 的感觉。右手，左手，所以我出去的时候手脚一起，回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垫步，换边，垫步，换边，垫步。OK， 所以我一边一个，右手一个。左手一个 ，OK， 再来也是我们的脚跟，看清楚，脚跟在地板，找左边，找右边，找左边，找右边。那我的脚会从内到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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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左脚都在原地哦，内外，内外，内外。哎，我想到了，其实不用内外，是一内一外，一内一外 ，OK， 所以是 in and out， in and out。刚刚手是不是在这里嘞？加上高低，一个上，一个下，一个上，一个下，两次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OK。所以这个动作我们会做四次 ，OK。所以右边抓一下，左边。抓一下 ，up and down，up and down，OK、okay?
所以我的左脚都在原地，又再一次，右边一个，左边一个 5, 6, 7 go 1 and 2, 3 and up and down 上 and 下 and 上 and 下 OK 那这个身体要记得会有点往后躺再拉回来有点像是你去搭公车搭捷运刚起步的时候的这种感觉 OK 所以是一边一个上下上下 OK 好想一下哦从头来一次配一下音乐好了比较有 feel Let's go 前面自己的 style Hey 4, 3, 2, 1 Michael 右手上下包右手脚跟内外到这边可以吗 OK 再试一次来吧前面不知道怎么办可以跟人家聊聊天5, 6, 7 go Michael Jackson 右手抬一下 up and down and up 右手左手脚跟内外OK 是有点快没有关系我们有回放功能好再来右脚往前踩身体会往右边滑再一次踩右滑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左脚脚跟会抬起来所以我现在所有的重量都在右侧哦 OK 拉过来再一次拉过来身体往右偏手打开所以有点像是向前去探索的感觉一二 OK 右偏回来手 double gun 双手往前左边手肘拉一下侧面给你看双手往前左边手肘所以你会把肩膀往后带再回正往后往前 OK 所以会是双手拉左手一个正面一 and 二拉的时候我的右脚脚跟会抬起来再回去抬起来再回去最后一次 OK 所以从这边打开往右偏左脚跟颠起来5, 6, 7, 9 1 and 2 and 3 哈哈再次5, 6, 7右侧右边踩拉拉 OK try again侧面做给你看有没有很贴心有哦5, 6, 7, 9倒右边 and 拉一下 OK 所以这边会有点快双手快点把你的枪掏出来手肘拉啊不要拉太高这样会被人家发现拉在胸口的高度肩膀的高度就好了 OK 好我们从刚刚第二段的这个地方5, 6, 7 and wave 2, 3上下 up and down and 右边包一个左边包一个脚跟内外 up and down and up and down 开二拉一个 OK 再试一次哦5, 6, 7 and 1, 2, 3抬头上 and 下右手包右一个脚跟内外内外内外右二拉下可以吗来一次音乐好了来吧 Freestyle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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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2 Come on 左脚右脚拉出去上下 Up and down 右手左手 In and out 打开 Bend 哈哈OK Try again Let's go 你也可以趁这个三跟四个八拍的时间喝个水左脚右脚嘿点一下 Up and down 右手左手脚跟啊变变哈哈 OK One more time Let's go
来吧，剩下后面一小小段，所以我们最后变完之后，我们会有四拍的时间，你可以转一圈，或是原地走走，都可以，但不要像散步。OK， 拿出一点态度 ，free 一点点，你可以。OK， 你也可以，但是要记得回来哦，不要走了，就真的走了。对，我们会把门锁起来。对，所以你可以，啊，对你也可以走个台湾的方块步。嗯，对，只要是你喜欢的步伐。OK， 所以我们走四拍，一、二、三、四，像我就喜欢转一圈到这边。OK， 好的。接下来，双手由内像爆炸一样 ，boom！ 所以是由内，我刚刚说是由内，所以我们会先经过胸往外爆开 ，bam！ 再一次 ，in and out， 胸口一样，跟前面刚刚说用胸口想象这是一个锅子去翻荷包蛋 ，OK？ 一、二，双手回到插口袋的地方，胸口两圈。OK， 我胸口的方向是前到右到后到左，前到右到后到左。OK， 这两圈，我会希望你可以把它加快。OK， 所以爆炸完绕两圈，一、二、三、四，两圈完，屁股右右左右，所以是二一一。双手一样插口袋的位置，屁股往右推，右、右、左、右啊！这个动作哦，一定要蹲下来哦，不然太高不好看。哎，对，是要蹲下来一点点，右、右、左、右。你可以想象在跳舞的时候，因为舞池很挤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哎，跟隔壁的人玩一下哈、哦。所以屁股是右、右、左、右 ，OK。从这边爆炸出去 ，five six seven eight，open and hey hold hold 左右 ，OK try again five six seven wide one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右 and 右 and 左 and 右 ，OK 再试一次哦，会不会有点快？爆出去，马上绕两圈 ，OK， 五六七 go and open and chest。And hip, and 左 and 右。接下来我要你由下到上反过来，一、二，再一次屁股、身体、屁股、身体。所以你要把你的屁股跟身体跟其他地方分开，屁股先走，身体再上去，屁股先走，身体再上去。所以是一个电流往上的左边身体手。所以最后是手出去哦，屁股、身体、手，嗨，两下 ，OK。所以我们身体会靠在左侧，哈哈 ，OK。再一次哦，右、右、左、右，反过来，咻，哈，哒哒，两下 ，OK。所以你会借由刚刚的那个屁股的律动，再把屁股推到身体，推到身体，擦擦 ，OK。好的，我们从爆炸这边来一次 ，OK， five, six, seven, eight, and boom， 二、三、四， and 右、右、左，屁股、胸口、手，哈哈，再试一次 ，five, six, seven, eight, and boom， 二、三、四， and 右、右、左、右，到手上，擦擦，身体往后倒，脚尖点地板，脚跟，阿内。有没有3D 哦？ 3D 给你看哦，脚跟是离开的 ，OK。三，挥手两下，可以。好，接下来，右脚、左脚、右左右，再一次，前面后面走三步，我的身体会从右边绕到左边 ，OK。你的手就像跑步一样，前后哒哒哒，再一次。前后哒哒哒 ，OK， 再走 ，five six seven eight， 前 and 后 and 哒哒哒，加上一点律动 ，bounce five six
seven, go and front and back and one, two, three. 接下来它会一个 siu， 静音 siu， 上 siu， 所以我们会先一个 pause， 停住，你喜欢这样子，你喜欢这样子，你喜欢这样子都可以。所以从高到低，高到低。所以 give me a pause and slide， OK， 上下都可以，上下你也可以，上下都可以，你喜欢哪一种你就选择哪一种， OK， 所以 pause， shoo， 右脚踩出去，蹲一下，左脚踩，蹲一下，右脚踩，蹲一下。记得我踩右脚的时候，身体都是偏向右侧，左脚，左侧，右脚，右侧，左脚，左侧。刚好我的手呢，往右，跟身体相反；往左，跟身体相反。In and out, in and out, in and out, in and out. OK， 好，所以我们走。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pause. Shoo, 右 and 左 and 右 and. OK， 你可以选择做三次或是两次就好，再加两个动作都可以，依照你喜欢的风格。OK， 好，我们从胸口爆炸这边开始。五、六、七 and boom， 胸口一二右右左下到上。二右脚右 and 左 and 打打 pause slide 右 and 左 and 两下 ，OK， 再试一次哦，我们试试看另外一个版本，我们可以做连续三次 ，OK， five six seven eight boom 二三四 and 右右左右 down up hands up 右脚右左 and 打打打 ，woo 右三。二一 ，OK， 好啦，动作都学完了，我们要不要来复习一下？先跳个一次，再把重点讲一下，来吧 ，Music， 你也可以练习这个动作 ，Five, six, seven, go， slide left and right， go， 上下，右手，左手。有点快，有点喘，这不是错觉，是真的。好啊，你可以先按下暂停，喝喝水，再回来 ，OK？ 或是我们从头到尾讲一下动作的细节，你可以跟着我来一次。我们不数，我们不用音乐，我们用数拍的。脚跟记得这个脚要往后拖 ，and 拖 ，and 拖 ，and 拖 ，OK？ 往前四步，或是你喜欢。哎，这样也是一个风格啊，对，所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啊。我个人比较，我有弹簧腿之称，哎，对，所以我比较喜欢丢丢的感觉。OK，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踩右脚滑左脚，踩左脚滑右脚，有点像是喝醉微醺的感觉。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OK， 一手摸头，一手 Michael。知道那个是哪个 Michael 吗？就是这个 ，OK。所以是踩右脚滑左脚，踩左脚丢右手。记得眼睛帮我看向右侧 ，I got you。你要看着他，不然他不知道你真的尬到他了 ，OK。Wave， 所以要用胸口往外，二三 ，up and down， 抬头一下，上下，右手 up and down，up and down。高跟低 ，OK， 脚跟地板，右手包一个，左手包一个，身体记得要往后，往后 ，OK， 就是那种你要去山洞讲，还有回音的那一种后的感觉 ，OK， 脚由内到
外，内到外，四次，三次，两次，一次，开，身体倒右侧，左脚跟拎起来 ，bend bend， 手肘往后，咻咻，这边要快哦，拉 ，OK， 加上你的 freestyle， 你可以走四步或是转一圈，胸口 boom 二 chest roll 右右左右，由屁股先出发到身体，最后是出手右左 and 哒哒哒，呼三 and 二 and 一 ，OK， 来吧 ，Let's do it， 最后两次哦 ，Come on。你喜欢站着也都可以，左脚、右脚、右手，嘿嘿 ，up and down， 哎，右手、左手，脚跟内外打开 ，boom， 哈哈，右，嘿，下到上，前后。还没有过瘾，对不对？你还有一次啊，来吧，最后一次。这次我不说话，你感觉一下。还要记得多擦汗，多擦汗怎么听起来怪怪的？今天辛苦你们了，拜拜。